有办法再前进了，前方正在抢救，道路啊！目前阻断在前方大概100公尺处，是还在阻断抢修，好不好？沿线都有在阻断，麻烦请配合。好，先去安全地方，这太危险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好，先走。谢谢，谢谢。前的村民看到雨势如此的大，上方的农路也到处堵塞，然后要往底下走的道路也岌岌可危。啊，我们部落是因为这一个安全的考量，现在我有广播说先自我撤离。那你们现在十点了，你们还没有走？在等爸爸。啊，在等谁？爸爸。等妈妈是不是？爸爸呀，会不会怕？会不会担心？会啊。怕死掉。以前不知道有没有红心过，但是最近几年第一次看到这样的。真久唔捌啦，吼！我们哦，我们哦，哦，最应该再办起来。哦，之前家来起来啊，是吗？对哦，啊，那台拢已经到桥墩了，已经快接近到桥墩。